对张韶涵所画作的作品，那么配合每一首歌曲，十首歌，十个画作，十个艺术概念，还有十个故事。我们作家今天也在现场，待会会上台跟大家认识认识。当然，最重要的是呢，我们全新的专辑视觉也是由大师啊苏大师来掌镜。当然，还有 Angela 呢来展现各国的非常具有时尚感觉的造型。那么这张专辑呢会有两个版本，终于要在明天7月21号正式跟大家见面。好。多拍几张，多拍几张哈，因为这个造型很贵哈，多拍几张比较划算。好，非常的认真的这个舞台的搭建，非常用心哈，一定要让大家看到。准备两年多，再次出发的张韶涵，自我挑战，带来全新不一样的概念。好，谢谢。好，再照顾一下右边，麻烦。这张专辑呢，全团队都非常的用心，真的大家都是爆肝啊，来为这个张韶涵来打造，不管是在视觉上、听觉上，包括我们在待会儿会谈到的关于故事啊，每首歌的文学创作上的感觉，都会让大家非常的有感触啊。相信呢，这也是张韶涵非常啊，哎，谢谢，到舞台前非常非常非常得意的一张作品。当然，我想张韶涵自己的努力也很重要。我想你可不可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因为两年多真的挺久的。对。你真的为什么花这么多时间做一张专辑？你都不会着急吗？我是心里想说，如果我要做一张作品的话，我宁愿不要有作品，也不要有烂作品。宁可宁缺啊，简称宁缺毋滥，我教你成语就好。就宁可不要有作品，也不要有烂作品。喜欢听故事吗 ？OK OK， 好。所以就是你要做到最好，再拿出来。了解，但是呢，有一个地方你又很躁进，很急哦。今天是记者会，对不对？对。明天发片，对不对？礼拜六小巨蛋，礼拜天签唱会，然后宣传期就结束了，各位啊，非常快的就不打扰大家了。对，也不会占用大家太多的时间。对，你很夸张的，礼拜六巨蛋，你隔天起得来吗？隔天就要签唱会。有想过这一集，对，因为大家都就特别来看嘛，然后从不同地方飞来，我就想说不行，还是就是干脆就。了解，因为很多人为什么台湾各地到台北来看演唱会，干脆大家住一夜，隔天马上再参加近距离的活动，这就是张韶涵贴心的地方。而且我们只会有办那一场，就这么一场，对不对？好，太棒了，宣传期很快就结束哈，非常的这样焦虑。